欧弟老婆郑云灿自宣布怀上第二胎以来，一直没有停工养胎，而是一边经营着自己的服装化妆品生意，一边享受怀孕带给他的快乐和满足。7月29日上午，郑云灿被微博晒出几张孕肚照，宣布距离预产期还有43天。照片中的郑云灿盘腿坐在地上，脸上敷着面膜，腰杆挺直玩自拍。另一张侧身照可以看到，郑云灿的肚子已经很长大了，像一座凸起的小山一般，高高耸立。就连准妈妈自己都调侃称，侧面是个假肚子，只等着卸过穿漂亮衣服。虽然郑云灿已经肚大如螺，但是他的四肢仍然十分纤瘦，离孕前几乎没有什么变化，网友也纷纷表示羡慕。还有43天就要迎来第二个娃， JOJO 也要成为小姐姐了，祝福他们一家四口。本文系企鹅号娱乐敢思队在腾讯内容开放平台的独家首发原创内容，任何形式的转载都是为抄袭。 The End 免责声明，本文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自媒体，不代表腾讯网的观点和立场。